要加入我呀，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？哎，闪现打个闪现可以，没关系，我打了个闪现，哎，没事。此时此刻他们一定会觉得我是个有病的人啊，他们一定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病的人，但是我在第五层，他们只在第一层，他们不懂，所以会打问号。这一波瞎子的红就是我的，明白吗？我用我的命来让瞎子没法玩。他的眼儿卡在了这里，靠，差一下，哎呦，应该再等他 A 一下的。他 W 技能打九十滴血都打不到吗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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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难受，难受的一匹。这怎么的呢？这点你，你有脾气呗？我主要是没药了，我要有药我指定干他。可以杀他，这未来守护者传过来干啥来呀？这扣一给你放的，就这还躺好呢？我怕是躺棺材里了吧，兄弟。就这跟我还在这躺好呢，上来给我老豪横了，服你妈，躺好，我这样式的，我寻思，哎，我这哥狠呐，这装还是你能装啊？来人了吧？这是？直接点人！这乌鸦先死，再点这 ADC 不交闪。W 学个 Q， 他交加血没？我看看他身上有没有加血底 buff 啊？有，交了。W 点点，可以杀，你来。你来，你先扛，我扛的话我就死了。我们可不能先扛啊，这必须得 ADC 先扛了。走了，咋的呀这？这是想多了吧？这是，你咋不带凯旋呢？在吗？为什么不带凯旋？我自称听到他的声音。嗨呀。先来个死刑宣告，
enemy has been slain. Whoa,中单蓝枪。 这个维恩不愧是上马的落手吧？可以打啊 ！W 一手，点。 我一个人压俩人，这俩人怎么信儿都不敢吃啊？点W，就这么个小玩意儿，还想震我？ 飞个鸟看看啊！压着压着压着，先 W 一走，点烟他，杀，点闪现，跳弹，吃药，别急，减速。 灰鸟，别急啊，看看这劫要上哪去 ？W 他，劫有没有大呀？可以，插个眼，把眼开了。 这女枪还挺猥琐的，完了，我上当了，乌鸦居然跑过来了，我上当了，兄弟们，先搞个皮孩啊！ 没有这皮孩跑得太慢。W 一下呀！ 这女枪真的好猥琐呀，她一点也不上来打，她就慢慢的耗血，哎，她就躲在后面。我点，我 W。扫一下。等我升六的啊，小伙子。 慢慢耗，哎，再 W。我们同亲之亲，同血之血。走位，再 W。炸了我一下！哎，他这个乌鸦真的，定他。 哇，中路对狙，哈哈哈哈，这乌鸦死的太惨了啊！可以啊，那女枪发现最后一枪对不过了，那她发现最后一枪对不过了，点走位，再点，再点，你给我打死他，他亏死他。
咱先来个帝国指令啊！你们这是干啥呢？这是，这到底越不越塔呀？这，哎呦，哎呦，这啥？飞个鸟，看看瞎子在哪儿。哇，有点秀，但是没什么用。旁边有人儿。支援一波，给个减速，差不多了。不行了。就这还小寨呢，你都让那瞎子都压一级了，东路这得守一下呀，守不住了，一下就创没了。这咱也不知道这蓝天怎么就这么猛，猛啥呢？你说呀？这我杀了也行，我马上帝国指令了。回打，减速，后排跟不上，点 W。先杀瞎子呀！哦，哎呦喂，谁插的针眼儿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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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上路是什么东西？啊啊！啊原来是个伟人呢！就这啊，就这还让我藏好呢？就这啊？就这么个歪瓜裂枣，还让别人躺好？我都丢不起那人，口气不行。射一波，哎呦！差一点点，看看有没有谁倒霉让我射中的。我正好射他们家中间了。我并不追寻阿瓦罗萨的王座，这也砸不着不到啊。可以杀，给你了吧，我就不要了。打不了一手。哎，上路维恩可以杀呀！来来来来来，维恩维恩维恩！就刚才那骑摩托那小子，就你他妈就骑摩托啊！啊，就你骑摩托呀！还骑上摩托来追我来了。不中，点烟雾呀 ，W 溜一手，哎，有减速，再 W 溜，先插个眼到右边啊，到他们家塔后，这个位置真应该是眼看不见，应该是那个塔下看不见，这个位置的眼很好。你咋那么多针眼呢？嗯，打不了你，再打不了你，
W 你，在 W 你，我旁边有队友，你有吗？我老乌鸦还跑过来了。我今天就要把你的真眼给你排了，我先排假眼。W 你，俺们就在这耗今天啊，谁也别走了。哎，对，谁也别走，对，你们就跟我在这耗，好吧？我就把这眼排了，今天我就必须得排，没了那怎么？靠，这么可恶！这我就不大了，我怕大空了不合适啊。那眼儿呢？W 你，哎，在 W 你 ，W 你，你要杀我呀？整挺好，啊，整挺好，你就值这100块钱了，你还 W 我，你还要杀我？你要往这边走了。小龙，我一不小心就杀掉了，一不小心就杀掉了。哎，这他杀乌鸦以后有音效是吧？弗雷尔罗德跟那个洛克萨斯有仇是不是？克氏统领。这啥子厉害啊，哦，300块 W 你点 W 点盐，我旁边有队友，你有吗？哎，跑了，有点疼。蓝枪打人确实有点痛。没关系，我们来个香炉。哦，给他们飞个鸟射一箭。哎呀，这没动。我绝不容许众人分裂，我们是一家子。我真眼排了。有没有人过来跟我打个谢呀？谁要敢抢我蟹，我就杀他全家。我跟你说，谁要敢把我刚才这个蟹给我抢了，指定是没完。真眼插一个，扫一下假眼插一个，打不溜。先减速再射，会重重的，会重的这个。这个命中率高一点，300块。累死了，投降是吧？那投呗，跟我有啥关系呢？投呗，谁点投降啊？这啊什么玩意儿呢？
那爷自己跟人一换一了，你投什么降呢？你像个精神病似的。飞个鸟来，突突突，你来，两枪杀掉。哎，这进怎么死了呢？进上当了。W 哎 W 你中，哼，你不上就算了，好吧，无所谓，上不上都行。咱再出个啥呢？我觉得吧，他们老干我，我得肉一点。咱先来个带翼的护腿，哎，飞起来。给他飞一个鸟。生命就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要说谎，要在自己欢欣之时号召大家冷静，要在自己绝望之时带给大家希望。中！我单杀你吧呢！既然那个杰去杀别人了，我就把你单杀了得了。飞一下，草丛里查眼，扫描一下。其实我们可以从暗影扩建，这样排眼还能好一点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打波流减速，后边有瞎子，减速，减速。再减速，上面插个眼啊，以防止 ADC 被突袭。减速，减 W。哎呦我天哪，兄弟你跟他对狙啊！减速，啊中，减速。南边的人都这么软弱吗？你还搞地狱黑呢？寒冰，这小寒冰可挺狂啊！打不溜，哎。打不溜，快跑啊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这能跑多快，跑多快！赶紧跑！哎，皮一走，打不溜！哎，打不溜！点烟，别来了！我有队友，你有吗？四秒大。哎，救救救救救救！杀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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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不起，操，700多加999，哎我的妈呀，真疼啊！这蓝枪打人呢，我操！他其实没啥装备，你知道，一个大能打700。他一个大打700滴血，我的天哪，可不像人了呀！
一千九，2700，我看看啊，这个一千九，生命急速，来这个，这个给我们家移动速度，我们跑得能更快。你寒冰辅助，我跟你们说，这少的是啥？就是移动速度与位移。如果你有了这两个，你将会很无敌。我们射一手，能中就中，中不了就拉倒，随便射一波。反正我大招吸地快，没事，随便射一波。这回不刮痧了吧？打个眼儿，干嘛？蓝枪来了，来 W 他，打个眼儿，点点。点 W 走，还想踢我，小伙子，你挺贪啊！带 W 中，带 W 带 W 队友呢？带 W W 带 W 亮牌 W 点。W 呢？点 W 呢？哎，恶心他！飞鸟，那队友都哪去了呢？怎么没有队友呢？打半天，这也不行事儿啊。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嗯，中，点点点，突突突。走位，走位，走位，点 W 一手，点套点烟，再 A 再 A， 你杀我！这 ADC 怎么死了呢？这团战打的是啥呀？这是？哎，都秒一个了，都没打过呀！别杀辅助啊！你杀辅助那能行吗？小龙，哎，小龙可以要，先杀蓝枪啊！我们飞个鸟看一眼啊，鸟应该比他走得快吧？这是我必须完成的事。这家伙，我 W 没伤害，那不废话吗？我说你为什么老觉得要辅助有伤害呀，兄弟啊？我这帝国指令跟香炉触发了，给队友加 buff 的。你不能指望一个奶妈又能打又能扛，完事还他妈得有虚虚吧，还能加 buff？ 你他妈要求的有点多了，你要求驴给我下个蛋啊，还得。那伤害他们来打，我们打什么伤害呀？
你要想有伤害，我出一身伤害装，我这全卖了，这不有伤害了吗？等着你哔哔叨，哔哔哔哔哔哔，就知道哔哔，还非得要有伤害。我出去毛那伤害，那 ADC 都不一定能有我多。这不是我吹牛逼。来一个减速键，减速键不用啊，我们来个玩俩吧，跑得快，能追上人儿，让对面跑不了，关键是。没事儿，你们随便来个人，我打死他。你追我，你不扯淡呢吗？你这是扯淡呢，这是纯属是扯淡呢。这干嘛呀？这老文馆1088，1008，哎，他啥也没干，他啪一个大打了我1000多。我大半管这血，大哥，要不说我得来点玩甲，出点护甲，再出点血量装呢。哎，这也太痛了，这。这真有点过分了，这。你说你要一枪打我700多，我都算了。你这啪一个终极爆弹打了我1000多。冲！又给打！坏了！给你飞个鸟来！还是别在蓝枪的旁边削钢了啊！那蓝枪确实有点太狠了。这蓝枪谁也惹不起呀、啊！你们谁能惹得起他？哎，女枪居然没死！哎，这两个 Q 中了，怎么会没死的呢？减速，飞。减重，哎我操！哎，应该能杀，可以。小龙，小龙，小龙啊！龙魂了，龙魂了，龙魂了，没了，一秒就没，这打龙老快了。完了，这蓝枪更打不死了，这龙魂了，这蓝枪就更狠了。先点炎他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哦呦，打不了！哎呀，闪现了，打不动啊！关键是，让我躺好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蓝枪已经是战神了啊！战神了，其实他还行吧，我们集火器也能杀得了，就是旁边有个瞎子在保他嘛，他其实护甲不算特别高啊，他护甲还好。
只是他们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去杀这个蓝枪。把这问他，哎呀，拉倒了。我们谁到了辅助，那就算运气不好，那就没办法。运气不好的事儿吧，这维恩吧正好滚了一下，哎呦我的天，真是有点点背呀、啊。换个黑切，行，那不没钱吗？一直也没有钱呢。黑切挺贵的呢。先把眼查好啊，让对面来中路团不能团的那么舒服。先把眼查好。减个速，再减，再减，减速不行，给了，没关系。这玩意儿怎么都冲家里来了呢？我们主要是怎么办呢？现在？我们卡兵线，别让兵线进来，知道吧？我们卡兵线，让对面推不了。我们卡兵线，哎，我们拖住兵线，我们跑，他追不上，拖他们。好，减速，这你能追上我吗？这不扯淡呢吗？呀，不死了，不行了，兄弟们。出香炉没必要，香炉为啥没必要啊？香炉。